2000多年前，中国的外太空。 自封齐天大圣，大闹天宫，于是玉皇大帝差天兵天将围剿捉拿孙悟空。 如果你有本事逃出我的手掌，我就请玉皇大帝把天宫让给你。如果你逃不出我手掌，那你还是下界为要，再修清净。哎，你说话可算数？绝对算数。好。 天边了，如来再也想不到我一冲就冲到天边了，哼，作旧。
天大圣到此一游。多留个脚。孙猴子，你输了。嗯，哼，我老孙会输？嗯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留的记号，这就是证据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啊！你还居然敢狡辩！你这尿妖精！侯姓难改，如果你能练心收心，500年后自然有佛门高僧救你。往西天求取大圣佛经。贞观13年9月，唐三藏离开长安，启程西行。Thank you.
拜见菩萨。三藏，西天路险，妖魔又多，明日一早你西行十里就可以看到一座五行山，山下有一个大闹天宫被佛祖镇压500年的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你可以收他为徒，他武艺高强，可以保护你去西天取经。谢菩萨。孙悟空野性未寻，不义之士，现特备锦衣一件，锦箍一顶，繁重一篇，你让他穿戴，如果他敢违抗，你净念繁重，马上可以制服他。弟子遵谕。取经的啊，是啊。哎，我已经等了你500年了，我是孙悟空啊。小和尚，你快救我出去！快救我出去！那我怎么救你呢？哎，上面有一张金铁，你把金铁接下来，就可以把我救出去了。佛门弟子唐三藏将前往西方取经，若可以收孙悟空为徒，请将灵符脱落。这下子我肯定要出去了。和尚，你赶快离开这儿，这儿要爆开了。和尚，这个山快要爆开了，你赶快离开呀，快呀。我要自由了，我要自由了，我要自由了。变得好的，我看了好害怕啊。变！孙悟空啊。哎，小和尚，孙悟空可不是你叫的。哦，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哎，叫我大圣爷。哦，大圣爷，这里有一套锦衣跟金箍，
我送给你啊。嘿，小和尚，哈，你不但救了我，还送我见面礼，你真有朋友。我换衣服去了啊。小和尚，漂不漂亮？耶呼，漂亮，真漂亮。哎，你这个和尚还真不错。走，我保护你到西天取经去。哎，走啊，和尚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和尚，到西天还要走多远呢？12万8千里啊。啊？12万8千里啊？哎，是啊。是。是你个头啊，我们要走到哪一天才走得到西天呢？走了今天还有明天，只要有恒心毅力，总有天会走到的。已经，我才没有这个闲工夫跟你走呢。哎，和尚，我有个办法，不出一个时辰包你可以到西天。哦，什么办法？上来啊！这稳不稳呢？当然稳了，快快快快上来啊，来吧。好。哎呀，快点呐、啊！坐好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哦，好，走。大圣爷，我还在这儿。大圣爷。哎呦，和尚，你真笨呐！哎，来来来，再上来一次。好，快点快点。哦哦哦，这次站稳了啊！哎，走。哎呦！哎哎，大圣爷！哎呀，你真笨死了！快快快快过来，再做一次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行啊！我是凡身肉体，不能腾云驾雾啊。哎呀，哎，我被压了500年，第一次出来就碰你这个笨和尚。哎，真倒霉。快一点，和尚，12万8千里路才走了30里，这要哪一年才走得到啊？我快，我快。和尚加油啊，加油啊。和尚你快点快点啊。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取经的，有金流经，我们就让你过去。你们要经？有有，贫僧送你们每人一份。好、哦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那些佛经，早晚各念10遍，心诚意正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。这和尚，请我们开心，我杀了你！啊！500年没用过了。哎呦！
不要再杀人了，不要再杀人了，你们赶快跑，快跑，等我，跑哪跑，哎呀，哎，和尚，这几个毛贼我两三下就送他们归天了。他们虽然是毛贼，你也不该赶尽杀绝。我看你一副天生猪脑，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要杀你，难道他们都不该杀？不该杀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好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老孙可没什么好生之德。500年前我在花果山称王的时候，别说是五个了，500个我也一样照杀。哼，如果你本性不改，仍然一味伤生，你就不能随我到西天取经。哼，我老孙本来就不想去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回花果山去了。哎，你不能回花果山去啊，你必须保护我去西天呢。你自己去。我就念紧箍咒。跟斗云，哎呀，你这个臭和尚，你不干了，你就是一天走一里路，我也陪你。你敢不敢骂贫僧是笨和尚？不敢了。其实你根本不笨，笨的是我，才带这个金箍。你还敢不敢蓄意杀生？不敢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后再也不敢杀生了。很好，现在你要皈依佛门，拜我为师啊，还要早晚跟我念经。拜你为师还要早晚念经呢？你不服吗？哎，不要念了，我服师父。办法找户人家，我们借宿一宿。是师傅。老张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也看见我这跑的？开门呐！开门呐！你再不开，我就冲进来了！不许无礼。前面有户大宅，去试试看吧。老爷，刚才什么事啊？启禀老爷，外面有个和尚带着个徒弟，他说他要到西天去取经，想借住一宿。刚才住人是好事，可是目前我们自身难保，如果答应借住，万一晚上妖怪伤了和尚，我们岂不是反而害了他吗？我们不怕啊，
我们还可以帮你抓那个妖怪。你们会捉妖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唐三藏来自东土，听说贵府有妖孽为患，贫僧的徒弟孙悟空精于法术，能助贵府收妖。你们都退下。是，退下。有个妖怪要强娶我的女儿，你真的能收他？你先安置我师父，再带我去看你的女儿。哦，哎，我老孙自有办法收妖。她就是我的女儿高翠兰，不幸被妖怪看中了，三天两头的打扰，今天晚上还要强娶她为妻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高员外，翠兰，你是啊？你别怕，我就是孙悟空变的。啊，你看我像不像你女儿啊？像极了，只是声音差点。哦，我忘了变声了，再变。哎，现在的声音像不像？像，像极了。走。翠兰。爹，他是谁？他是孙悟空，是你的替身，今天晚上来代替你的。对，我来这儿就是代替你。你看我变得像不像你？那妖怪什么时候来娶我？三更。好。我老孙活了1000多年，还没成过亲。今晚三更，我要和他痛痛快快的成一次亲。妹妹，哥哥我今天晚上来娶你了。我等着，嫁
嫁给你。我来娶你了。怎么了嘛？以前我每次找你，你又哭又怕，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热情啊？人家现在想通了嘛，既然你一定要娶我，那也是命中注定，干脆就嫁给你。你不信我胖啊？不，胖哥，你是越胖越可爱了。来，你干什么？妹妹抱你上牙床。好大的力气！当然喽，那是爱情的魔力嘛。你抱我。好，我抱。我潇洒大方，我们今天就上牙床。你谁？我是爷爷孙悟空。啊！
原来是个猪精，我老孙最喜欢杀猪了。大肥猪，你再敢来作怪，我就把你变成烤猪。贫僧告辞。圣僧有经物在身，高某也不便强留，不过圣僧西行归来之后一定要多留几天，以便略尽地主之谊。好，贫僧一定来。弟子拜见师父。悟空啊，他是谁啊？他是高家庄那个朱金嘛。师父，弟子本来是天上天蓬元帅，因喝酒误事被贬出天门，不慎又误投猪胎，才变成这副猪脸。听说师父要到西天取经，弟子想请师父收留，带我一起去。悟空，收不收他？师父，他猪头猪脑，一脸蠢相，吃的多，做的少，不能收。哦，师父，师父，我心地善良，人又聪明，像我这种猪才，目前缺货，世间难求，良机当前，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！流沙河，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，鹅毛飘不起，如花定底沉。这流沙河上下八百里，无舟无桥，我们怎么过呢？我是可以腾云驾雾，不过师父，你是凡胎肉身，哎，这流沙河还真不好过呢。师父，嘿，我有办法。又是你，哼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老朱是天蓬元帅，当年总督天河，掌管八万水兵。嘿，这条小小的河难不到我。嘿嘿，拿着。你干嘛？背师父过河啊。你背马。师傅，你终于需要我了吧，师傅。有妖怪。师傅，你看妖怪跑了，跑了。都是你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师父，悟空，别怪他，他也是一番好意啊。这个不能怪我，我是一番好意，背师父过河，我们俩应该同心协力呀。好，我们俩同心协力，你下去把那个妖怪引上来。啊，让我下河啊？你下不下去？悟空，下下，不下，我当然下。
是个妖怪，可是我胆子很小，我只敢在水里随便吓吓人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，我也不敢做坏事啊。你不可以打我的。水怪，如果你能助我们过河，我就不打你。啊，过河？你们要上哪儿去？贫僧要上西天取经。哎，大师啊，你是不是三藏法师啊？贫僧正是。啊，师父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啊！啊，我最亲爱的师父，弟子本是卷帘大将林凡，因为在天有罪，坠落到流沙河。弟子曾被观音菩萨点化，愿意归顺师父前往西天取经。师父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既然菩萨点化，我就答应你，带你去西天取经。啊？多谢师父。师父，我也是。好，我也答应收你为徒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水怪师弟，你就帮我们过河吧。可以过去了。那个和尚就是唐三藏，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。经过我们这里来。好，我去收他们。八戒，你快点嘛。师父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师父，我又饿又累。谁都不饿，为什么你饿？走。悟空，八戒也许是真的饿。哈，我也有点饿了，我们就在此地休息吧。你去找点素食素斋来。是，师父。你呢？师兄又怎么了？八戒，过来。师兄啊，你把我们画在圆圈里面，干什么？前面的妖气很重，这个圆圈是你们的护身符。师父，我不在的时候可要小心了，千万不要踏出这个圆圈一步。
我走了。师傅，嗯，师兄不安好心，画这么个圈圈，故意整你，限制我们自由。师傅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大师兄的法术高强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哦。耶、他法术高强，我的也不差。嗯。香，哎，八戒，八戒，哎，猪哥，哎呀，回来，回来呀、啊！师傅，好香的稀饭，还有包子。师傅啊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啊？我不去。哎，那我过去拿几个包子馒头，你不要过去，留在这儿，我过去啊、哦。哎，悟净，给我，谢谢啊、哦。包子，哎，这不是包子，是石头哎！哎，我的牙，石头。他一定是个妖怪、你不说你武术高强吗？这个交给你，你去啊，你不奉陪了。猪八戒，杀和尚。八戒，悟净，师傅，救命啊！唐三藏。我不出去，你不出来。我这个紫金葫芦是九天之宝，只要我摇三下，你的两个徒弟马上变成龙血。一，不要摇了，我出来。唐三藏。师傅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哎，这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大哥，怎么少了那只猴子？猴子不在，我没有看见他。不行啊，听说唐三藏的徒弟里面
就属那只猴子的武功最高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。放心好了，那只猴子自个儿会送上门来的。云角，云角，我是孙悟空，你们给我出来。孙悟空，哼，来得正好，咱们去收拾他。师父啊，那大师兄来了，来救我们来。我师父跟师弟是不是在你们的手中？不错，孙悟空，你想怎么样？马上放他们出来，否则我老孙可不是好惹的。哦，听说吃了唐三藏的肉可以长生不老，孙猴子，你是不是也来点你师父的肉长生不老啊？啊！孙悟空，哼，你的徒弟孙悟空已经被我收到这里了。啊，我哎，我现在先让他得道升天。我就让你们尝尝猴尿。大师就完了。现在已经化成脓血了。怎么是这个颜色？哎，那太，怎么有尿骚味啊？啊！悟空还是逃出去了。大师兄只顾自己逃命，不管我们了。乱讲，大师兄他才不是那种人嘞。他主要还是怕那个葫芦。一只猴子走过去。哦，你说的是不是孙悟空啊？你认识孙悟空啊？何止认识。我还想用这个葫芦抓他。我也有葫芦，我也要抓他。你的葫芦太小了，孙悟空会七十二变。
就算你抓到他，你呀、啊，也制服不了他。不错，刚才我已经抓到了他，确实制服不了他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我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我会73遍。哦，比孙悟空多一遍。当然知道了。厉害厉害。请问你是谁啊？哦，真假仙。真假仙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真的。哎，你那个葫芦能收孙悟空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信则真，不信则假。别说孙悟空，就连太阳，我有办法，咻，把它收进去。不信，试给你看看。我现在已经把太阳啊收进来了。啊？真厉害啊！好，现在我再把它放出来。我喜欢这个葫芦，你卖给我。你买不起。不过我跟孙悟空有仇，又有急事要赶到南海去。如果你能替我把孙悟空收拾掉呢？我倒愿意把葫芦借给你。好好。可是你的小葫芦要跟我换哦。好，我跟你换，我帮你收拾孙悟空。好。孙悟空，这下你完蛋了。孙悟空，你死定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收拾孙悟空啊。只要你像我刚才这样跳几下，葫芦往空中一丢，念几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孙悟空啊就被你收进来了。记住哦，稀里哗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稀里哗啦啊。傻妖怪，二弟，这只葫芦，真的可以把太阳给收进去？不错，只要抱着葫芦跳几下，然后再往空中一抛，叫几声稀里哗啦就可以了。拿来，我试给你看。你不要看我，我老猪不是试验品啊。我就偏偏要收拾你这只猪八戒。
你这葫芦真的是稀里哗啦的。笨蛋！这个真假鞋一定是孙悟空玩的花招，我们唯一的法宝给骗走了。你到黑林洞去，把娘给我请来。娘那有一条幻音锁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孙悟空。我先到黑林洞去。呀，大哥抓了唐三藏，请你过去吃唐三藏的肉，可以长生不老。哎，哼，孙悟空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狐狸精，你既然认出来我是谁，就先吃我一棒。长生不老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三娘没有白疼你。哟，孩子，谁欺负你了？孙悟空。孩子，别难过，娘会替你报仇。娘替我报仇了。又白又嫩的。
我好喜欢你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猪八戒。哦，孩子们，娘娘，我想先吃这条大肥猪啊！要先吃我啊，师傅！你猪哥，谁叫你长那么胖？干娘，您看是先来清蒸的还是油炸的？哎，哼，油炸的。哦，来个炸全猪。哎，是是。哎，救命啊！师傅啊，快点救我，他们要吃我啊，救命啊。孩子啊，这为什么要加那么多香料啊？哎，干娘，这叫做香松炸猪啊。好，一定很好吃。哎，是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吧。八戒，救命啊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先吃我啊？你少跟我啰嗦，下油锅。快，猪哥完了。奇怪，怎么变温水了？不是有吗？我趁这个机会洗个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干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孙悟空在作怪。啊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他在哪里啊？是大师兄啊。哎，大师兄。快脱下裤子。您受苦了啊！八戒、武警他们呢？嗯，师弟，师弟，师兄，师
师兄，我们在这儿呢，你们放我们出来。李师兄，这葫芦跟里面的妖怪都不能留在人间，就把它毁了吧。行，大师兄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本方土地何在？哦，大神有何吩咐啊？前面那个火光冲天的山叫做什么山？哦，那个山呢，叫火焰山，东西连绵800里，四周寸草不生，也是西行必经之路啊。哦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过去呢？办法倒是有，可是不容易啊。什么办法？铁山公主有把芭蕉扇，只要这把芭蕉扇连扇三下，这火焰山的火焰全熄了。可是铁山公主吝啬量债，从不借扇呐。哦，铁扇公主住在什么地方？翠影山芭蕉洞。铁扇公主，铁扇公主，你是谁？我是孙悟空，来借芭蕉扇的。回去吧，我们公主不会借给你的。哼，铁扇公主不借，我就踏平你们芭蕉洞。孙猴子，你是不是想要借芭蕉扇？不错，如果没有芭蕉扇，我们就去不了西天。可以，你要先奉上贡礼，再在洞外跪求三日。啊？哼，要我老孙跪求你三日？孙猴子，你别急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拿唐三藏的肉来换，不然我不借。哼，妖女，嘿！你是不是要借芭蕉扇过火焰山？
是啊，他不但不借，哼，反而给我一扇，这一扇就是48000里。把手伸出来。我把定风丹送给你，保证它再也扇不动你。多谢菩萨，我再去找他。公主，那猴子又来了。铁扇公主，把扇子借给我。猴子，你回来的真快。这一次我再补你两扇，让你找不着归路。凉快，哈哈，真凉快，哈哈。和尚跑不了庙，我老孙就不信治不了你。哼，这个猴子道行还真高。你们两个走后山，到祭烈山把大王请回来。是是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公主，一定是猴子在作怪。铁扇公主啊，我在你的胃里头啊，啊！你芭蕉扇借不借给我？嗯，不借。啊，不借。铁扇公主，你的胃壁非常柔软舒适，我老孙就为你唱首情歌，跳支琴舞啊。啊谢谢了。
师兄，我来啊。烧进来了，扇子烧进来了，快走啊！要不是我老猪跑得快，现在恐怕变成烤猪了。悟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芭蕉扇给烧掉了。哦，我再问问徒弟。哦，大圣，大圣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借到那把扇子是假的啊。假的，大圣，你不要动气。我另外还有一个办法。铁扇公主有个丈夫叫牛魔王，啊、因为修炼的关系，夫妻各分洞府。牛魔王就住在积雷扇的魔音洞，你去找他。如果他同意，你就可以借到真扇。牛魔王。牛魔王，孙猴子，500年不见了，怎么突然想到积雷山来找我？牛兄，500年来我对你一直是朝思暮想，心里老忘不了你，所以今天特地来拜访你。你说得很动听，是不是想借芭蕉扇过火焰山？是啊，我们是要到西天取经。还望牛兄多多的成全呢、啊、只要你献出唐三藏，我马上借给你。嗯，牛兄，家师是圣僧，取经的责任重大，我老孙可以代替他献给你。你的肉很粗，吃了也不能长生不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芭蕉扇也不借给你。我们跟他拼了。不，等等，他是我500年前一阶金兰的老大，道行与我旗鼓相当，可不是那么好惹的。我另外再想办法，你先回去找我师父。好。你借给他没有？哼，才没有呢，我借给那笨猴子的是把假的，真的还在我这儿呢。哦，你放在哪里啊？嗯，你要小心点，他还会再来骗你。在这儿呢。哦，哈哈哈哈。奇怪，这么小的芭蕉扇怎能扇800里的火焰？大王，你真是糊涂，才几天没见，连自家的宝贝都忘了。哦，对、啊、对对对对，我真是糊涂。你只要在嘴里面胡说八道芝麻豆腐，它就会变成大的芭蕉扇了。啊，现在我知道，谢了。大王，铁扇公主，
我像你老公。谢了啊，孙悟空。请先回八家洞。是。胡说八道，芝麻豆腐。师兄，八戒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怕你遇上危险，派我来接你啊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好大的芭蕉扇！胡说八道，芝麻豆。八戒，把扇子还我！让你骗你，我牵回来。要芭蕉扇，要看本事喽。师兄，师兄，你要芭蕉扇，不要唐三藏。哎呦！哎哎！刚才我已经把芭蕉扇骗到手了，可是他变成你，又给骗了回去。二哥，他敢变成你的模样，你怎么打算？让我来教训他。哎，是不是他是牛，你是猪，你害怕？放屁！你是谁呀？师兄，这老蜗牛又变成我老猪的模样。师兄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他才是老蜗牛变的。师兄，他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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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住手！你们谁是牛魔王？是他，是他。我来。天马将军当向西的哥瓦龙在说，你是谁？是的，我是二师兄，他是牛魔王啊。你是二师兄，只要你说话我就相信。你是谁？那你一定是牛魔王。牛魔王对不对？牛魔王。师弟，师弟，我是二师兄啊。哦，你是二师兄。你们两个都是二师兄，那谁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师弟，我是二师兄啊。你真的是猪八戒？猪八戒，你妈怎么死的？我说，笨死的。大师兄，我跟你保证，这王八蛋绝对是猪八戒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，师父，我脾气不好，我脾气不好。师父。你要替我做主啊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猪八戒，您仔细看看。师父，你仔细看，您看呀。师父，
师傅，你们两个怎么把师傅带到这儿来的？是师傅亲自要去找铁扇公主借芭蕉扇的，你怎么能怪我们？干什么？八戒，师傅交给你了，你要小心啊。嗯。走到芭蕉洞去。走。住手！住手！
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你安心的过火焰山了。嗯，师傅知道了一定很高兴。哎，猪八戒，你的帽子呢？你个大笨猪，你个大蠢猪，你比你妈还笨呢。他把师傅都搞丢了，我们把他杀了。我把师傅藏在这里啊。师傅，我都吸了，在山呢，在山啊。